哎，你们听到了吗？可能我开始了，但是我不知道，因为我看不见你们的 comments，但是我觉得我已经开始了，但是我害怕。但是，OK，我觉得我开始了，好，那我会开始说话。哇，这是很奇怪，因为我不知道我真的开始，或者我还没开始。现在我在我的房间里，我自己的房间里，然后我，我有一点累，因为最近我参加一个唱歌的节目，我非常开心，我可以参加，我可以出这个唱歌的节目，然后我录那个节目的时候，就是怎么说？我很开心，但是我回北京，我有一点累现在，但是我开心，我可以跟你们一起说话，或者我可以告诉你们我自己的东西，因为我没有很多的机会，我可以告诉你们我自己的东西，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开心，yeah。可能我其实想给你们看我的房间，但是现在我的房间有一点不干净，因为我没有时间打扫我的房间，所以，有就是下面还有衣服，因为我还没就是放在 on like the hangers and stuff in my closet，所以有一点不干净，所以我不知道如果我想给你们看。现在，我的房间，但是，我有太多很多的衣服，我怎么说呢？我就是我的房间有一点小，然后，怎么说？我会先说英文，like，my room is really small and。I decorated my room in a way where like I made a walk-in closet and just like hangers everywhere. So I basically live in like my closet. I don't really have a room. Whenever the members come to my room, they say I live in a closet because it's just clothes. 所以我的房间有点小，然后我有太多很多的衣服，然后我就是。我的房间有一个小的地方，我可以放我的衣服，但是我卖了太多，所以我要就是 make 新的地方，我可以放我的衣服，所以我 make 很多的新的地方。然后现在，如果你看这里有衣服，有衣服，有衣服，所以我觉得我的房间其实是我的 closet。对，因为，it's just clothes in here，全部是就是衣服，但是我不知道，就是这个不是不好的东西，我觉得，其实我很舒服，我在我的房间里，我觉得这是我的风格。然后我喜欢，其实我不喜欢这个哇，我希望我可以看你们的就是 comment，所以我可以给你们回答，因为就是我自己说话有点难。好，最近还有吗？还有什么东西？
Oh yeah. 最近我每天，就是我每天上课，我每天 take vocal class，就是唱歌的课，因为，就是每天我 even 如果我在就是我的房间里、我的家里或者酒店里，我用我的电脑，然后我给我的老师打电话，就是 like FaceTime 这样的，然后我上课，然后他叫我就是唱歌，就是嗓子的东西，怎么唱高的高音，就是这样的东西。然后因为我想要为了这个，唱个节目，我想准备我的嗓音，就是，所以我的嗓音是最好。所以现在差不多我开始每天上课，差不多在现在是4月，我忘了现在几天，不知道，差不多3个星期，我每天上课。不是这个，不是每天，但是从3个星期前 3 weeks ago，like 我开始差不多每天上课，然后，因为我没给我的嗓子就是休息的时间，所以现在如果你们听我的嗓子就是听起来有点累，所以我可能在未来这个不是在未来这个，明天后天可能我会休息我的嗓子，我不会说话，不会唱歌很多，因为最近我唱很多，在那个唱歌节目里。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会唱歌，然后，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会唱歌，所以我一直在准备我的嗓子啊，嗓子，我的不不不，Oh I guess so，准备我的嗓子，我的嗓音，所以我一直在就是熟悉的房间里的时候，我一直在，然后，like。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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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自己唱歌，对，有一点，但是就是我的嗓音，怎么说？我的嗓音有一点复杂，因为，从我开始学习唱歌的时候，我学到很多的东西，所以我知道怎么用我的嗓子，很多的不同的techniques，就是不同的 techniques。然后，因为这个每天我唱的时候，每天是不一样，所以每天早上我要热身 warm up，我要热身就是准备我的嗓子，准备我的声音，所以每天早上我没说话，然后我先洗澡，然后洗澡的时候因为有 steam 有水，所以就是为了我的嗓子是好的东西，所以那个时候我热身，然后但是其实哇，我不知道我 what I'm saying，但是 like before。我一直每天早上我热身的时候，我一直，like 就是热身我的低的声音，因为我之前我说话的时候，就是这个东西一直相处，然后我的嗓子一直在我的鼻子里，然后这个有一点不舒服，所以每天早上我一直。
然后我热身，然后所以那天我的声音，我说话的声音也是这样的。但是我开始，我开始，上课，就是我开始每天，参加那个唱歌课的时候，这个老师教我，其实这个不好，因为我做这个的时候，我的 vocal cords 就是在这里有 two，就是 vocal cords，我不知道怎么说。但是我做这里的时候，我其实打开我的 vocal cords，然后如果我一直打开我的 vocal cords，就是所以我一直打开这个这里，所以我的唱歌的我的唱歌的声音有很多的气声，因为这个。但是如果我一直在打开我的 vocal cords，然后唱歌。我不能找到我的高音的声音，就是我的 mix voice。啊，我知道怎么说 mix voice，混声，我忘了，真但是我不能找到我的混声，我的 mix voice。如果我一直打开这里，所以从3 weeks ago，他叫我每天早上我要。就是关 close 我的vocal cords，然后如果我就是习惯，就习惯是 habit，如果我记得这个习惯，我不知道如果我中文是对的，如果我记得这个习惯就是。我唱歌的时候，我可以越来越唱高，所以最近其实我可以唱高的，就是比之前高，之前我可以唱到 F，但是。什么时候？现在我可以唱到 A，就是 two notes above F，但是我还没觉得我唱那么高的时候是好听的，但是我可以唱这个 note A 是好的东西，所以我想继续学习怎么唱高的声音，然后怎么让那个声音听起来好听，然后听起来更舒服？因为现在听起来有一点，我觉得听起来有一点不舒服。Sorry, I don't know if this is boring. I also don't know if I'm like live streaming right now. 我想说，我不知道如果我现在我说的东西是无聊，然后还有我也不知道如果。我开始这个 live stream 这个直播，所以 this is really weird，就是非常奇怪。但是我是 I hope 我已经开始了这个，因为如果我到现在就是我差不多用15分钟说话，如果我还没开始，I'll be so sad. I said so much. 我感觉我有一点疯，crazy，因为我没感受到我现在在直播，因为我看不见你们的 comments，你们的说话，所以我感觉我现在自己在说话。对。啊，OK，那。我感觉我有一点饿了，所以我会告诉你们我想吃什么。哦，actually，其实，其实，昨天晚上，然后前天晚上我吃
混吞，然后 I forgot 混吞，然后还有一个东西非常好吃。哦啊，我忘了，然后在就是唱歌的节目里，我每天他们feed me，他们给我吃东西，然后就是中国菜，然后在里面有一个大的，怎么说，我不知道，看起来不是火锅，但是我不知道，it's like it looks like 火锅，but it's not 火锅，it's like something else and 然后在那个中心的外面有很多的小的东西，然后昨天我吃一个，it's like broccoli，但是我忘了，我的经纪人告诉我是叫什么，但是我不好意思，我忘了，但是我非常喜欢那个东西，it was really good。现在我想吃什么？现在我想吃。我不知道，我想一下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我想吃冰淇淋，但是我太早，如果我不可以吃冰淇淋现在，但是我回北京的时候，我也有时候我点冰淇淋，因为有很多的好吃的冰淇淋的点。但是，yeah，你们知道吗？我不知道怎么说这个。I'm lactose intolerant 我很小的时候，我 check，就是如果我吃这个，会让我的身体不好的东西，我不知道怎么说，like allergies。然后，在我小的时候有很多，like 有水果。不是所有的水果，但是有 some 水果，我就是如果我吃，我不会死，I'm not gonna die。但是我不知道我什么，like what will happen。但是我忘了是什么水果。还有，如果我吃就是牛奶的东西，就是冰淇淋，yogurt。对，是这样的东西，会让我的身体有一点不舒服，所以我不能。哦，就是 eggs，dairy，like eggs 啊，eggs 对啊，怎么说 eggs？Oh my god，不好意思，yeah，but，但是我吃 eggs 很多，我吃。吃冰淇淋不是很多，但是我吃了冰淇淋，然后 it doesn't really do anything to my body that's bad, but I just remember, 我去医院的时候，他们说，他们告诉我，就是 you're allergic to this，你不能吃这个，然后那个时候我很难过，因为。我最喜欢 cheese，我最喜欢 cheese，That's my favorite food. And 之前我小的时候，很多的孩子喜欢 mac and cheese，And 到现在我非常喜欢 mac and cheese，但是我听那个的时候，I was like no，I can't eat mac and cheese anymore. Yeah, I feel so crazy right now. I feel like I'm talking to myself. How 我可能觉得这个直播是差不多20分钟。我真的希望，我已经开始了这个直播，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如果我开始了这个，但是，我猜一下，I think I did，but till next time，我希望下一次，你们我可以给你们看我的房间里，不好意思，真的不好意思，我经常告诉你们。我会给你们看我的房间，但是你们还没看到我的房间，所以我想说不好意思，现在我的房间里有一点不好看，所以这是我的问题，不好意思你们，对不起。哎，我会准备，所以下一次你们可以看到我的房间里。OK。Boop.